我拍完分享在那个群组里面哈。来，往你的右手边看，下龙湾右手边。等下前面最上面会动动，它是一个制高点哈。因为这个是半中资所开发的，所以叫太阳山屋。999个岛，你就说就数到999就可以了，对，拿这样过一个很好的桥。